工作真是真有够苦的呢。伊竟然利用人白囝之间的心结，伫遐咧兴风作浪，用别人的拳头母去争石狮，伊拢袂感觉伊足袂见笑的哦。伊这个人啊，永远干那想要争赢啦，其他的代志对来讲拢不要紧。啊，咱去找杨总裁，万一伊若是无多甲咱斗三工，啊，唔出晦气。等人啊，别去追，我就用得甲恁斗三工啊。孙北海，恁来一只哈，无你是讲群众呢？是啊，你搁偷听阮讲话哦，恁鸟气哦。无啦，我耳朵落去啊，拄只好开啊，白耳朵啦。啊，是恁两个家己走路走到我身躯边来讲话，我听啊。你遐都无耳朵啊，所以耳朵，伊家己耳朵长哦。哇，对哦。算袂起，我拉这都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恁两个需要援助，啊，我有能力哦，会当跟恁斗三工啊。斗三工，无你是要提啥跟阮斗三工啊？孙伯海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就是讲你有跪伫阮爸新厝爸头前，伫遐咧啼啼哭哭，我就会原谅你同情你哦。你安尼无代无志，走出来插花啊？老实讲，你心肝咧调什么算盘？无啦，我唔是来讨拍呢，我嘛无拍伊啊。我咧再认真哦，忏悔，迄是真心的哦。而且我嘛知影，我对不起你，想要弥补你，这嘛是有诚意啊。啊，即嘛知影哦，江道成对恁两个有威胁着，我迄个能力想要甲恁斗三工，啊，尽淡薄仔心力啊。你即嘛敢唔是甲江道成在做伙？食人饭还人问啊！你跳出来讲你要停运，要对付伊，你连阮会相信哦？这就是我厉害的所在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把家己哦变作一个折叠椅，啊，你给合起来哦，啊，不知不觉就插在敌人的身躯边啊，你知道？啊，随时哦，等你无注意哦，就跳出来夹一嘴，夹到后面呢，噗噗跳。哎，小师妹啊，你敢咪讲我真高变魔术？虽然的时阵哦，我拢变魔术你看啊，啊，你拢笑到安尼，嘴啊二三三，敢唔是？啊，你拢爱拍手啊，讲好棒好棒好棒，啊，我会记咪？我跟你讲哦，今嘛，我甲以前拢同款，同款会当互你见证奇迹，我就是 magical。啊，我唔管你是 magical 啊，是要创啥货拢好啦，听好哦，你搁接近我的某哦，我甲你掠去做地库。你这么凶哦？那变神啊！你阿萨不如的步数，你去骗崩沙，迄个潘啊，你骗会过？用面头前啊，画山画水，还画大饼啊，你骗阮袂过啦，紧走！无啦，哎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我真是无骗你啦，我想要甲恁斗三工啦，拜托啦，我还一个机会哦，我展现诚意给你看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啦。你是好未啦？你只要差不多就好啊咧。我跟你讲，我若不是代念嘛，你捌救过阮的性命哦，我根本无少对你好咧咧。啊，不过你只愈来愈过分啦，你袂输我点仔甲同款，你甲阮某安尼高高低啊，我是红晒呢。我伫个边啊，你伫饲我，你即摆啊，当作我死啊！无啦，你误会啦！我对阮小师妹吼，绝对无迄种非分之想啦！哎，你即摆跟我过来，我当场你歹看。你来这么歹啦！我真是是阮师吼，叫我来跟阮小师妹斗三工，你知无？师耶！啊，系啊系啊，我来安尼讲讲出来。孙北海，你真正有够离谱的呢哈！阮爸已经过了遐侪年哦，你竟然搁用伊来做借口！你是莫甲我讲，阮爸甲你托梦哦？阮爸伫讲我的梦中，伊拢毋来找过我，伊会去找你这个白骨，我都不信嘞！西瑞是真正来找过我呀，但是我袂爱讲啊！再唔讲，我会变来搞！你想讲你唔讲，我就唔知哦。其实我知影啦，你会一直来找我，就是因为你跟我讲，当年我用乌册去邮地府要替你找你妈，你想要找我讨一个答案对无？所以才安尼想空想空啦，吼！连阮爸想要跟你脱毛这款笑话，你也讲得出嘴，你真正是无有意义啊你！不是，我不是啦，哦，真正是上天白听的。啊，看个破皮啦！
啊，想要闪，丽萍后我都想到遐去哦。万一我若是无细心，将伊方圆的代志给讲出来，安尼是安怎？是不是好讲着？对了，你卖多家己想家己丢啦。啊，其实这件代志哦，是我后面讲的啦。你卖哦，该记唔记啦？啊，记遐有诶无诶啦？你后面讲诶？对啊。我就是今日吼，想起吼，我头条学做一件代志啦，啊，我才跟你连笑话啊，啊，无你想看卖，那有人讲吼，去游地府这个代志，哦，这跟你天方夜谭的，啊，你还相信？是这个阿骗，那是你哦，想过单纯。小叔妹，歹势啦，我是真正无要骗你的意思啦，啊，这条路你记得。也别定了，以后叫你走了哈。你在看啥？啊？我感觉孙伯海个怪怪。以前不管我那个妈个土哦，你都没有那个应出应进的，啊，我今天发现说喊你要多画避兵的避兵呐，太欢喜了。刚才我身边代志乌麻我，免想遐济啦，伊原本就是想要利用过去的交情啊，来讨一寡好物件，无啥为着浪费时间，今仔想去种菜啊。那个查某是咧看完的，我来感觉伊面熟面熟。丽萍，车来啦！哦，好啊。原来你是四海集团的总裁，事业做遮大。我不是调羹的，我是无水晶哦。啊，兄弟，这做羹遐尼大，我嘛唔知呢。总裁的总裁，讲计什么游民？哦，迄阵前买啊破个遐大坑啊咧清，我是调羹硬创的哦。不啦，你想看卖，我若无吼，计做安尼吼，是变啊接近江头城啦，啊是变啊带到因厝去，对不？你的意思是你接近江头城小目的啊？当然咯，我真早就去国外做生意啊，没有可能熟悉吼江中人嘞。迄时有一届吼，我看到八卦新闻哦，讲这个人哦也要赌术，啊个也要专心的，啊而且伊个是江头城的拥主，我才紧叫人去调查了。来，坐啦。哦，对。所以你一调查了啊，你就开始啊要接近江头城啊。啊，不过你搁想想下，你若用高高在上的身份去接近伊，伊嘛一定会挂一个假面具来应付。所以你才会落尾手，就用无家可归、变身啊这个身份出现，来降低伊的戒心。哦，丽萍啊，哦，恁娘做客啊，伊拢知我咧想啥。咱人吼，若去面对伊咯，身份比咱搁较悬。更加有钱、更加有学问的人哦，咱拢会哦较尊敬啦，啊，就乖乖哦做好人的模样啦。啊，若是哦，咱哦面对了咱看袂起的人哦，咱的本性哦会表现出来。所以哦，咱若是要看清一个人，咱哦要先藏起来，甲身份降低，安尼才能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。你确实足了解人性，无怪你会赚遐侪钱，事业做遐大。无啦。骗钱啦，还无算啥啦。是讲啥话？做大生意甲骗钱哪有可能同款？哎，有才调做到身价几百亿个呀，头壳绝对是比哦无钱还佫较好。无啦，我是感觉吼，迄人去互骗哦，佮头壳无关系啦，拢是佮个性有关系啦。尤其迄有钱人哦，拢较有自信哦。咱只要吼抓到伊吼个性的弱点，
要去靠偌济，就通靠偌济。我感觉北海讲了有道理哦，就敢那你咧，迄过去嘛是规工拢咧共骗。迄进前你嘛捌叫董俊用伊立委的身份去骗迄补助款啊，然后骗钱正灯，嘿，到尾啊骗到手的钱嘛是去互阮幺甲家风甲你骗倒转去。哎，免闹共款吼。那也无共。会当赚到遐济钱，阁会共骗的吼，我无啥物好啦。无啦，我是好人咧，我是好人啊，真实的啦，我是无细钱哦，才赚遐尼侪钱啦，我是好人啦。熊北海，你嘛免安尼一世人安尼乱流连啊，对无？凭你的身份地位。想要娶一个好某，建立一个家庭，也无啥物困难啊。是啦，哎，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不过我感觉吼，即马，迄人接近我吼，拢是为了我的钱啦。我无爱安尼啦。唉，我是感觉吼，我活到这个坎站嘛啦，无亲无情嘛，无朋友啦，一个人尔，这个钱吼，唔知要留喺何上开啦。陈长胜啊，我顶多甲你欣赏，你知无？虽然你做生意哦，定咧了钱啦，公司咧要倒啊，但是哦，至少你阁有某有囝呢。是要讲话无？是想讲我公司要倒要倒？我公司好好，我真紧啊会赚大条的，你看。哦。熊伯，你嘛卖想甲遐尼啊悲观嘞。啊，至少我甲阮妈是你的朋友啊，你嘛唔是完全拢无啥物亲戚朋友啊，对无吼？安尼好啊，安尼上好啊。我赚的钱哦，以后拢互你用。啊？哎，你即摆是咧讲啥话啊？伊我的宝呢？你钱拢给伊，你即摆是咧甲抢赌了啦？无啦，啊你欠钱，我欠朋友。按两个安尼流通流通，唔是真好。无人安尼流通的啦。搁再讲，你拄则毋是讲你无想要靠钱交朋友？但你嘛知，丽萍哦，绝对唔是为着钱才甲做朋友的啦。啊，我留钱给因，有啥唔对？会长哦，我这世人也开袂完啊啦。慢点话吼，爸，我话你的钱，我得忠诚哦。就算讲食糜配菜脯，我。我真正让你的生活艰苦到爱吃糜配菜脯。哎呀，到底是咧敏感啥啦？我是做一个比如尔。我嘛希望哦，有人哦会当陪我吃糜配菜脯。陈长胜，你唔当哦，有好唔知报啦。好啊好啊，哇，听你讲话哦，要真正规个讲起来，不是嘛要紧。来，我请你吃饭。我点菜，我要吃扁鱼春卷。你知倒位汤卖？这种古早味的酒家菜，什么真少人咧卖啊呢？你是吃鱼吃肉，所以想要菜价，哪会去想到这盘菜啊？哦，啊，你少年的时阵捌吃过啦，知影这个滋味啦。后来出国以后。拢食外国的物件，较食吼都袂习惯的。唉，人生几十年啊，逆境就过啊，啥物啊拢放袂记的，干那这种滋味哦，拢咧记条条呢。我知啦，你愈食袂着啊，就愈想要食着啊。是讲这话哦，你真问着人啊，我知影倒位啊，有咧卖这个口味啊。嗯，嘛是感觉无食。是啊，认真讲起来吼，唔是真是无好食，我就感觉安尼欠一味。是欠什么味啦？啊，丽萍在搞煮食，拢讲啊，这间的便宜春卷哦是上正港的啊，啊，就偏偏你有意见。那是因为哦，你唔捌食过哦，真正好食的扁鱼春卷呐，所以你唔知啦。哎，这一个扁鱼春卷，你看真正有这尼啊歹做。
啊，无是像这么厉害啊！伊做的哦，台上和你叔叔念念到今麦拢无都放袂记的，啊，你现在不会找伊，佮做你家头啊？我都啊，人已经死啊！哦，哇，安尼伊的手会着失传啊？哎，是讲嘛不一定啊，无你靠人有传人嘞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刷刷去啦，无鱼虾嘛好啦。我以后若想要食扁鱼春卷哦，我赶快来这间餐厅食就好啦，哦。哦，我知影啦，有一种口味哦，是别人做袂出来，就是家庭的味，妈妈的味啦。